这是周深在央视总台五四特别节目上的演讲全文，叨叨未改一字，全文发出。因为原视频涉及版权，所以用了刚刚过去的太湖湾音乐节翻拍作为背景视频。以下是周深演讲全文。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成为一位歌手，对于出生在山村里的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意外的惊喜，甚至是一个有点接不住的惊喜。小时候，我并不会觉得会唱歌是一件多么骄傲，或者多么特别的事情。唱歌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个玩具，能够化解童年孤独的玩具。所以六七岁搬到城市之后，当父母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呢，家里的录音机就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个旧的录音机，可以同时放两盘磁带，我就一边放着音乐，然后一边唱着，另外一边就按下录音键，把喜欢的歌录满了，整整的一盘的空白磁带。这样算起来，它才是我人生当中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过喜欢归喜欢，但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专业歌手。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就选择去了国外学医，用小语种。学医的难度让我觉得我那一年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的，身心疲惫，所以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好像也不会有任何进展。迷茫的时候，我想起了童年时候录过的那一盘磁带。学医的路如果走不通，那唱歌或许可以成为我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我决定报考音乐学院，为梦想奋力一跃。当时我的专业老师跟我说，你个子非常小，站在舞台上呢，很容易被吞掉，适合你的歌剧角色又非常少，可能没有那么多可以上舞台的机会。但是我当时心想，那如果我努努力，能够成为一位音乐老师，听上去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刚到音乐学院，我就因为嗓子生病，没有办法唱歌长达半年多。可是那个时候的我，才刚刚要走上音乐这条路，就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当时绝望到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逃脱那个困境，但是你看，今天周深还是好好的站在这里。虽然我的青春也并没有那么顺遂，甚至是有点狼狈，但回头看，我还是想谢谢这些所有的经历。如果没有孤独的童年，我不会成长的独立坚强；如果没有一个人远赴异国求学，我也不会遇到我的恩师；如果没有选错专业，我不会确定音乐才是我热爱的方向。收获大家对我的鼓励，如果没有失而复得的声音，我更不会明白能够唱歌的每一次机会都是多么的宝贵幸福。那些否定我的声音，曾经给我的消耗非常非常大。一方面我不甘心，我觉得那种评价，他们忽视了我所有在音乐上的努力；另一方面，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可能是我自己真的不够好吧。所以有段时间，我甚至选择逃避，不再露面唱歌，即使就算唱了，也总是觉得自己这里不行，那里也不好。直到有一天，音乐老师跟我说，你这个蚌壳，打开看一下，你自己怀的是一颗夜明珠，你好歹看一眼啊。尹乐老师的话，让我有种瞬间被击中的感觉，好像是从那一刻起，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是没有夜明珠，而是以前的我太害怕，太小瞧自己了。在所有巨大的害怕之前，我都少了一些小小的相信，相信自己有无穷的潜力和能量。实际上啊，一个人可以胜任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我努力唱歌，拥有了被很多人听到过的大鱼，我尝试突破，拥有了颠覆风格的歌唱舞台《达拉崩吧》。我想做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推翻重来，在7年的时间里，不停地跟自己较劲，想看一看除了已有的作品之外，我还能够驾驭哪些类型，还能够尝试哪些挑战。沉下来埋头做事的过程当中，我的精力反而越来越旺盛了，信心也水涨船高。有人说我好像是从水晶玻璃蜕变成了钢化玻璃，你看到的我依然是我，但是比以前更韧，更加无坚不摧。所以朋友们，青春是什么？
青春从来不是言语的青，而是行动的力，是你在一万次迷茫当中不断的前进，纵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要反复的怀疑自己，就先撒开手坚持去做，去尝试吧。虽然你也永远不会有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但是至少你永远都在向前的路上。今年是我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第十年了，回想这十年当中青春路上的参差起落，有过骄傲，有过挫败，但一切好的坏的都在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歌手。如果你要问我，给我一次重启时间的机会去穿越时空，我会修改哪一次选择呢？我其实认真的想了非常非常多次，但是我的答案都是没有。青春只有一次，勇敢去闯荡，无论你的起点在哪里，只要你不小瞧自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用热爱与坚定去谱写自己的乐章，逆风不退，追梦向前。周深的这段演讲我真的感触良多，见过太多因为先天客观条件，比如身高长相而更适合音乐舞台的，而周本因为个子小，客观条件上站在舞台上就很容易被吞掉，就很少有适合他的歌剧角色，却凭自己的努力打磨生生劈开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能在舞台上忽视他，他就是舞台上最耀眼的存在。老师说的没有错，很多人在这种开局努力的最大方向成为一位音乐老师就是很大的成功了。事实上他考音乐学院也是历经波折，是经历几个月城门立雪的坚持感动了老师，这都不是普通的困难和磨砺，而是真的逆风而行，逆的还是大风暴那种，这是真的，真的很励志。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没有家庭门楣的加成，没有任何关于这行职业规划的引导，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孩子靠着自己把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其实走到了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高度。在五四这天，这样的青年我想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正如有我所唱，乘风骨亦有锋芒，有梦则刚，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没人比他更适合。谢谢。